第九分局里面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突破，因为我其实演过很多人的妈妈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居然演的是邱泽他妈，邱泽他妈，所以我在里面，对，邱妈，对，我在里面是邱泽他妈，对，而且是一个鬼，所以我是他妈的鬼，我，哎呀，这样，这是我人生当中很大的突破，哦、谢谢，是的，谢谢，从全民姑姑变全民妈妈了，呀、yeah, ，全民鬼妈妈，鬼妈妈，好，元浩哥你好，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元浩。我在第九分局里面饰演的是一个警官，一个鬼警探的角色。对，第九分一打开就看到你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负责打里面那些不好的鬼，一些坏鬼。没错，然后小八，嗨大家好，我是小八张雨欣，我在第九分局里面饰演的是一个，我可以说最美的鬼吗？里面鬼很多哎、欸，所以是哪一只啊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真的是认不出来。有化妆的吗？就是有长发，然后特殊化妆，然后有就是一个，我真的觉得很漂亮。对，哎，其实真的是漂亮的。但是演完之后发现，哎，原来是小花。对对对，厌鬼，很辛苦，不容易看，不容易。但是就是对，等下才可以跟大家聊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哥。大家好，我是高英轩，这一次在戏里面。我饰演的是一个一直被职场性骚扰，是一个 Me Too 的幸存者，对，在里面是沉默寡言，然后非常可怜的一个小职员这样子。虽然说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可爱的样子。对，其实有点可爱耶，进戏又发现你虽然说都是眉头一皱的表情，但是很有戏。很期待哦。哎，小艺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艺，英文名。这我用另外一个方式介绍我演的角色。那我演的角色呢？欢迎各位影迷能够找出来，谢谢。什么？小游？对，那我要回想一下，对，在哪里？里面是很特别的一个角色，跟我要有点关系。我很希望能够演出大家找不到我。哎呦，很特别的介绍自己的方式。那当中有一些特殊化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有哪几位有遭受到特殊化妆的待遇？就双女鬼，对啊，刚好今天黑白双煞，因为我们黑白郎君，我白郎君 ，Yeah， 画什么样的？我要画西装，所以我现在要出现尸斑或什么的，然后我对那个油彩大过敏，对，然后我过敏到我今天第一天拍戏的时候整个大刷，一直吐，然后我要问化妆师说，每一个演鬼的被化妆都那么痛苦，他说没有，你是我们这部戏第一只拍的鬼，哎呦，所以我当天就刷了，然后我还记得在淡水拍的时候，我忘记我带一个鬼装跟西装，我走在淡水老街，一个小男生在吃双麒麟，就是淡水很长的双麒麟，哎呀。干嘛？我忘记我是鬼，快把伞撑起来。所以，我们你还撑伞，根本就是变本加厉。我本来想说，你看得到我？那你听我讲两句话，我快把他吓死了，吓死。但是我们的团队，策划团队太坚强，所以呢，欢迎大家可以到戏院感受一下。小八也是，我特殊化妆，我觉得我就是因为特殊化妆这四个字才愿意演鬼这个角色。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我们常常听到好莱坞特殊化妆怎么样，我太想体会那个感觉。我还真的觉得生不如死，真的，因为太累。因为首先开模就可能需要大概有将近，蛮长的时间是不能，好像是半小时不能就是呼吸，你要开把你整个人的那个半小时不能呼吸，有生理限制，没有到什么，真的变鬼了，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恐怖，四个人的，就插个口跟嘴巴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演鬼最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的膜是贴在我的额头这边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要想哦，当一个人没有了，这边是一个被压着的状态。其实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做表情的人。而我自己常常自己最喜欢就是很多表情。所以当我这边被控制住了，我发现这是演鬼最有趣的地方。你什么都只能透过眼神。其实这五位演员呢是非常实力坚强的，所以大家进戏院之后可以欣赏他们坚强的实力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。从邱泽这边开始好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泽。你好，你在里面饰演什么角色呢？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陈家豪，是一个菜鸟的警察。菜鸟警察，然后有通灵的能力。有通灵，对对，他看得到啊。看得到。对，然后他因为前面出了一点点意外，所以被学长被我的师父看到，这年轻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异能力，所以就把他带到了一个人世间没有的分局，就叫第九分局。是了解。
点出了我们的大纲了。温真菱，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温真菱，我在第九分局里面饰演的是小雪。嗯，小雪，第一次看到小雪在戏里面，每天每一场戏都在酗酒哦。续的如何？续的很不错。对，因为其实那个米酒头代表济公师傅嘛，嘿，威士忌代表他的梦魇，对，就在现场不停的在喝，不停的在喝，很特别。里面还有一些奇迹的画面，也很期待你的表现。艺儿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艺儿，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张汝馨，是一位社会性的记者。嗯，社会性记者应该不会这么辣哦，今天穿的有点辣。今天很不一样，谢谢你盛装打扮。燕燕姐你好，今天特地来台湾，谢谢。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角色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燕燕，我演的角色是孙玉树。嗯，我在第九分局演的是大魔王。天哪，真的好坏，坏透了。对，最小个的那个是大魔王。嗯、对，里面好精彩的演技。谢谢。等一下都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怎么折磨他们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当然了，还有我们的鬼王坤哥。不是鬼王。警长。里面的老警探就是我，啊、里面跟邱泽搭档在一起的，就是邱泽是我的徒弟嘛。嗯，对。就是两个帅哥搭在一起的。哎、欸，对，丢了，行动行名。大家拢熟悉，免介绍下。来，我们刚有聊到说呢，因为当中有大魔王燕燕姐嘛，是。然后呢，就是所以会有我们的警员警长要去收妖降魔的过程，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被大魔王整的有多惨？哦，好，我先从艺儿开始讲好了。好，我被大魔王整，就是我必须泡在水里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，泡在水泡软的比较好吃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哇，差点失温了，我觉得。天哪，那场戏是夏天的时候拍吗？冬天？是夏天，可是因为棚内有冷气，所以我大概一半的水是温的，因为工作人员很贴心的帮我。哦，有吗？哦。但是我上半身在外面是冷的，有点干温暖的感觉。那个画面很惊悚，大家进戏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然后真理也被整得好惨哦。被他开了三枪，但至于有没有射到我的话，那就要进电影院看了。哦，是吗？碰狗，你看我被整的尴尬。里面老张最惨的遭遇就是遇到大魔头啊，那到底惨到什么程度？真的好惨，惨到不能再惨，所以进去看大家都知道。哦，真的是也好惨。所以里面燕燕其实她的角色牺牲蛮大的。嗯，我先透露一点点可以吗？好，一点点哦。好，她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演戏。看不见的情况下演戏。那到底什么情况是看不见？啊？然后很恐怖哦。她被算步伐，很恐怖哦。然后脸啊，对着你的脸哦，很恐怖哦。看不见的什么？我们差一点就要 kiss 了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真的要坐位置的话就要 kiss 了。真的，因为我不能动哦，啊、很恐怖哦，就是这样过来的哦。哦，那已经这样子哦。哦，就后悔。哦，那松歪歪了。不是，高跟鞋啦。那邱泽嘞？邱泽里面有没有？你很多武打戏耶。对，如果是被大魔王折磨的话，那个是大魔王的手下才能。嗯。就是被丢来丢去的，就把我从举起来，从一楼丢到，就一楼高丢到地板上。哇，这个都是很辛苦的。对，掉到地板上的时候，内脏会震动。啊，这个安全措施要做好没有？没有威压也蛮强的。然后因为我的衣服很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露出。他居然可以用这么轻松的口气讲这么恐怖的话，好险！而且你今天好人好好的在这。好，明天呢就是要全台上映的8月29，刚好是鬼门关，我们就一人讲一个自己怕什么样的鬼好了。邱泽，你怕什么鬼？很无厘头。怕小气鬼。小气鬼，喝凉水变魔鬼。好，你怕小气鬼。对，温真理，你怕什么鬼？恶鬼。所有只要是邪恶的都怕。哦，坏鬼不行。有异儿，怕心魔，因为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幻想出来的。哦，对。对，我会自己看，其他恐怖片会自己幻想，马桶有手之类的，就会觉得很可怕。但看完这部戏，保证不会让超温暖，是温暖的。燕燕姐呢？我怕吝啬鬼。哦，跟邱泽一样，小气鬼不行。对，碰过你会怕？我是想怕鬼的，因为从小到大只要照镜子都看到鬼。吓死！
你太过气了啦！哦，范小姐，好，欢迎大家呢进去戏院里面看很多鬼。好，我们要再。